喂，干嘛？文琪，我们明天去公证吧。这么快？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变成行动派了，做事情都速战速决，想到什么就要立刻去做。好啊，那要约明天几点？我们约个10点，然后直接约在户政事务所的门口好了。切，还说自己是行动派，那干嘛不一开门就直接冲进去？这样才叫快很准啊！我也想啊，但我明天一早要先去参加一个公听会，大概1个小时之后结束，然后就赶去跟你结婚，再带你去吃大餐。好想尖叫哦！这两年这一切太不真实，太像在做梦了吧？哦，好痛！是真的，我真的要结婚嘞！张永年，我们真的要结婚嘞！文琪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是真的有点久，不过没关系，真的很值得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张太太喽，不管我去哪里，你都要跟到哪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黏你黏得紧紧紧的，到时候你想逃都逃不掉。好啦，那就明天早上10点准时见面喽。啊，这么快就要挂电话了，我很舍不得哎。张先生，明天就要见面了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就好啦。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睡个美容觉，明天我要当最漂亮的新娘。好，我的新娘子，早点休息。再见。结婚了，终于要结婚了。公听会在这举行，没错。清楚，那么差啦！高彩薇。冠华怎么跟他在一起？我在这边参加公听会，等你的好消息哦。老董，你放心，事情我列处理。奇怪，今天工厂停工，锅炉检修，冠华跑过来做什么？喂，伦杰，我现在在妇产科，你来一下。你在妇产科干嘛？你来就对了，我等你。喂，但他是有跟我说，他不会丢下你。
我猜如果硬要他在你跟小孩之间做一个选择，他应该会把小孩拿掉。经理，冉姐，你昨天晚上加班睡在这边哦？对啊，今天工厂不是停工吗？经理你怎么会来？没有啦，我就不放心，所以就过来看看啊，等下就走了。没事就赶快回去啊，在那边干嘛？新闻又不是血汗工厂。哦，那经理我先走了啊。是你自己跑来送死的，不要怪我。